好，各位观众大家，我系 Wing Cloud，咁啊同大家玩炉石啊最新嘅旅店大乱斗啊，呢个系交换礼物啦，圣诞节呢个旅店大乱斗啦，咁冬天爷爷送礼物啊，有宝箱喺战场，无论打开自己或者对手都系攞到礼物，咁啊本周首胜啊赠送一个卡背，喂，咁啊时间关系啊，已经砌好一副牌啊，咁啊寻找对手，每次大乱斗结束之后需要几天清理场地，所以不能让你进来，请再等一下。冇啦，而家有啦，真系呢个有你哋大乱斗，唔使理呢句嘢。好，古尔丹对乌瑟呢个术士对呢个圣骑，先佢先唔系我先手啊，留翻个大蟾蜍都得嘅。大蟾蜍呢张卡我都唔知点，即系点样咧？我谂紧究竟好定唔好，定系点？好，咁我有一份礼物。冬末节快乐啊！快乐礼物，咩嚟噶？睇下先。冬末节礼物啊！死亡之星，给当前回合嘅玩家一个愉快嘅礼物，偷来嘅礼物。黐线要如字添，黐线系偷字，偷来嘅礼物，眼都撑埋喊出嚟。而家系咪可以死亡之星佢咁啊？当我当前玩家都可以喎。啊，下听先，打爆佢份礼物就有佢份礼物都归我，系咪呢？咁都好抵，咁啊抵啲喎，系咪先？我打爆佢嘅话，除非第一 turn 已经谂到嘢打爆我礼物。如果阿杜森力量好劲嘅喎，黐线，啱啊，挫阿杜森力量就啱啊。哇，圣光正义之锤，哇，你黐线，有心计啊你，有心计啊你，等我打爆佢，好礼物。你有礼物，你要到底会是什么？哇，赢咗，GG，GG well play，得得得，我得卡背。咁头先呢个系意外情况啊，再玩一次。做乜嘢？做乜嘢你喺度？第一 turn 有礼物就开心仔系咪？招 K 嘅礼物就系、是。即系俾一堆卡你拣啦，啲卡就减咗好多 cost 嘅。总之我冇睇，睇都冇睇清楚，跟住投咯，笑。头先啊，出现咗少少技术问题啊，咁咪再玩过呢、这个旅店大乱斗。估唔到头先已经投降，发现呢个亚都式力量系赢嘅关键，大家已经发现咗。有冇机械？可唔可以玩机械？个箱应该唔当机械，睇下先可以玩咩呢？仲？亚当的力量，好食得一箭的对手。好，要马法里恩，必须保护大智。哇，亚当的力量，nice，你嘅灵魂属于我。抌，抌剩，抌连小骨加个魔法炎有用嘅都，系啦。咁啊，佢先手啊！好，冬末节快乐啊！快拿礼物啊！好，如果你这边没有箱子，送你一个啊，照头先一样。好，压到圣力量。啊！打唔到啊！啊！但系佢已经输，点睇？我想玩呢个 game mode，可唔可以俾我玩下呢个 game mode 咧？请问可唔可以俾我玩下呢个 game mode？得唔得？吓！我惊太多人投降，我系排唔到嘅。你外挂啊嘛？唔系，系佢投降，唔关我事。好瓦利拉啊！呢、这个盗贼，你今次冇话盗贼力量啦，你唔使投降啊！你唔使投降啦，留翻去大蟾蜍同暗影战度都 OK，嫌小鬼都可以。啊，今次正路开局啊，啊唔使压到圣力量你啦，系咪先？
好，冬末节快乐啊！快拿礼物啊！又系同一份礼物啦。死星嘅话就喂，就咁话啦。完工啦！我都唔想，真系好压倒性力量啊！这边没有箱子，送你一个。我人好压倒性咯，今日我发现系，系啦，好幸运币。头目，哇，黐线！头目开个，好好耐未见过啦，已经。好，更多礼物。好，偷来嘅冬末节礼物。好，发现每日压灾啦，飘浮看守者暗黑交易。每日压灾，就杀咗佢嘅礼物，咪杀咗佢嘅人。最好正恶魔，都系有飘浮看守者到最后。咁啊，廉小鬼啊，一唔抵，可以唔出住 Anton。佢用咗代币嘅，但系会点咧？变受专精。我仲可以每个 turn 再变大啫，飘浮看守者系喎。嗱，廉小鬼打我自己，只要变大飘浮看守者。诶，应该攞多份礼物喎，做咩我喺度？去蟾蜍，去啦，去啦蟾蜍。嗱，啱啊，而家开始不停拆份礼物，咁我就劲多啲飘浮看守者成堆喺度，咁啊赢咗。主要揾到一个系遇到压倒性力量都唔投降嘅人，好滚动。好啊，咪有把剑啦，咁使唔使爆？如果佢爆剑就差唔多死晒咁滞嘅，即系打完呢只再爆剑。又系睇下爆剑啊！诶，剑人乱舞，我一份礼物，又打佢一锤，咁一份冬亡节礼物，好暗影战，冬亡节礼物，暗杀，骑士啊，骑士要出道，因为。同埋有呢个 combo 嘅连击，好六七，哦，即系打佢嗰份咧，就系盗贼卡；如果打我嗰份就系术士卡，咁样出礼物。系啦，发现一个机宝藏，哦，佢系偷来嘅礼物啦。其实打，即系呢个 mode 咧，终于发现咗，其实打面系冇用，反而打礼物仲有用，因为你张卡士劲低 cost。呢张零 mana 出，即系佢系本身五啊嘛，呢张系咯，扣到零咯可以。即系要尽量去，即系暗影之前，其实我打正个礼物底，一整爆只礼物佢就做唔到其他嘢。扎实嘅雪球啊，弹翻我啲嘢上手，冇礼物咯咁就，so sad 身，又要出过呢张嘢，我又弹翻礼物俾我。诶，啱啊！压到星，诶，唔系喎，冇喎，呢个系冇得嘅压到星力量，因为瞓紧觉呢个，差唔多巨伤，又系压到星力量喎，啱喎，压到星力量，睇先，可以压到星喎，其实唔出奇喎 ，OK 啊。好，压到星。用晒啲压倒性力量佢，喂！好多礼物啦，我有。咁样个压倒性力量换礼物得唔得咧？用咗三只压倒性力量，我总共下。好，甚至可以贴嗰啲压倒性力量落去幅呢、這个，如果做呢、這个你大乱套幅图系可以。我想想。我去犯劫掠者，昆凌失处杀咗份礼物佢，好大家都有礼物，好冬末节礼物去啦，每日压灾，每日守卫都得，诶，我再嚟一份冬末节礼物，米卡尼斯。
睇先，两伤害，召嗰只恶魔。咦，恐惧战马唔错唔错。米卡利斯。我试用恐怖手段，跟住配合马仔系劲噶嘛？呢只恐惧战马嘅话，系不停喺度打三三。咁除非佢爆我只米尔加尼斯，唔错唔错。咁佢打爆我份礼物啦。滚开！你这臭狗！好老水手。扎实嘅雪球啊，弹翻我啲嘢上手，哦都有用，系真系有用，啊冇咗个免疫，咁啊俾翻份礼物嚟睇睇，更多礼物，虚无恐兽食咗份礼物，原生恐狼都得，原生恐狼嚟啦，诶呢个冇得打，咁啊呢个我错嘅，食咗份礼物佢啦，咁我错疏。呢、这个虚无恐兽令到唔系永久嘅攻击力变成永久嘅攻击力，我有只五七嘅原虚无恐兽，好扎实嘅雪球，系扎实嘅雪球，去啦雪球 ，we 可以弹咗份礼物添，这个、呢个咧 ，we 哎弹咗军营七处可以再用过一次添，哎呀唔抵喎咁铺，好 end turn， 好再运个礼物俾你。好，冬末节快乐。船舰主炮，海盗 dead 嚟，我对面可能系有老水手，有船舰主炮，系咪啊？系咪冬末节礼物？唔系，真系真系落咗嘅张卡，系真嘅。好，备受尊精。蓝海水手，海盗，哇！射爆一只原生恐龙，跟住呢？跟住系咪打爆我只四七，定系等我打爆你？系啦，咁打爆我先。一系就如果打礼物可能仲抵，唔出奇。好打我面啦，咁就好有礼物。我得回去找冬天奶奶啦。哦，飞刀手，飞刀手，帮派老大，帮派老大，哎，打唔死只二一添，因为唔系好抵咁样飞刀手就，以为射得中，不过就都可能性都唔高嘅，咁样谂一谂就其实，系咯，打礼物抵啲啲嘅 move 反而系，竟然系咁，一个背刺啊！跟住咧。工程七处，偷来嘅冬末节礼物，下推应该打爆礼物，反而真系中底，有反胜嘅机会打礼物。米加尼斯再打一份礼物，应该系照计就我就应该咁做，系偷来嘅冬末节礼物。啊，血球！即刻冇晒啲禮物，唔係冇晒冇曬啲小鬼。啲飯叫佢啫。哇！天啊，刺我一張。我唔知啊，術士有咩啊？呢個術士有啲咩咧？冇啊，殺唔到佢添喎。九 man 啊！對面有個十三公，有十三公喎，米加尼斯。只可以拖一个turn啊嘛，哦灵魂红级，哇科多兽，偷来嘅冬末节礼物，系咪 GG 啊？已经系咪先？系 GG，GG well play， 我唔知啊，我唔知点面对自己。总之压到胜力，总之就落压到胜力量啦吓。咁啊 ，Wing Come 喂 GG 啊，咁我呢个两大乱斗我都唔系好想玩你。
唉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